资格做公告人员，嘛无资格参选，连投票权都无。吼，所以将来台湾的事务，拢咱本土台湾人咧决定，无男女对抗，因为因这男的无资格。吼，安尼台湾以后就台湾人的天下。吼，啊，你想，嗯啊，进公务员，足侪拢中国人，拢国民党，无要紧，咱一直训练，一直甲接管。只要咱有人才起来，迄、那个位置咱去接，因就爱家己食家己，家己另外去找道路。哦，因伊无资格继续做民政府内底公务人员。哈、哦，好，美军占领台湾有啥物法理依据？哈、哦，咱过来看。啊、哦，第一就是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。哦，啊，这是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所拟定。哈、哦。麦克阿瑟授权麦克阿瑟将军在1945年九月七日对日本的受降日来发布命令，蒋介石代表美军接受在台湾日军投降和缴械。你会记用命令蒋介石，因为杜鲁门总统是所有的盟军的最高统帅，麦克阿瑟将军伊是太平洋战区的统帅，蒋介石伊是中国战区的统帅，所以。杜鲁门总统的核准下来，这个命令啊、哦，是命令蒋介石代表美军来代理接管台湾尔，不是割让哈、哦，不是移转台湾澎湖主权。OK， 所以伊迄个来是合法啊，这批来中国军事啊，依照这个一号命令来，中国军事合法啊、哦，因为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，他有权分配盟军占领区。我头都要讲的。北纬38度线以北，吼、哦，是向苏联远东区的司令导航，吼、哦，这是美国咧分配。啊，究竟那和平条约，啊、哦，伊的第二条讲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，第23条也确认美国对日本是主要占领全国，这里日本当然包括日属台湾，啊、哦，因为咱时阵是大日本帝国，啊、哦，内底一份子。OK， 好，过来，对日本和平条约的拟定，哦，跟51个同盟国来协商，这是杜勒斯的主导和分配，啊，杜勒斯是由美国总统聘任这旧金山和平条约拟定的这个协商特使，啊、哦，不然杜勒斯嘛，这个美国的国务卿，啊，实际上是啊美国的主导，美国的这个杜勒斯的主导，因为美国是。太平洋战区的这个唯一攻打日本的一个国家啊，好，过来台湾关系法啊，他都讲了，伊是美国国内法啊，美国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才有权利甲义务来订立。咱唔捌听到有英国台湾关系法，还是法国台湾关系法啊？啊，这个美国伫因的国内咧定这个台湾关系法，拢无邀请咱台湾人去参与。因伫国内就家己定，定好了，佮进行在台湾实施，嘛免问咱台湾人好啊唔好。这就是因为伊是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这个身份，伊才有最高权力来做这个行为。好、哦，军事占领定义就是戒严。好、哦，军事政府所讲的命令就是法律。好、哦、，OK， 过来咱来看。1982年，美国雷根总统对台6项保证，哈，啊，这是迄阵美国要跟阿强啊签《八一七公报》哈，因为中国人足惊美国甲放杀，因为伫1949年，是安那国共内战会兵败如山倒，就是迄阵美国有发表一个美国对华白皮书，哈，迄就是。定个要放弃蒋介石政权，就是这个对华白皮书一个发布。本来国共内战还搁伫长江南北咧对峙，迄、那个发布落去吼，规个国民党军整个瓦解，兵败如山倒。但是迄阵迄个阿强啊，甲追击吼，吼、哦，你看因个国民党个报纸嘛，报甲改成拍赢咧，伊安怎报你知无？哦，迄头条新闻，
伊拍输咧撤退，伊讲我军转进，转个方向前进。撤退唔下，讲我军转进，神速，佮加一股神速哦，一日千里，嚯，照敢来飞咧，夭寿，拍输佮安尼走遐紧吼，后壁佮加一股共军追赶不及。我军转进神速，咻一下就千公里，一日千里，共军追赶不及。啊，你看有搞无？哦，做个生这文字游戏。啊，台语吼，哦，闽南语四句就解决了，叫做拍输招赢，招来台湾。啊，就中华民国海台湾就有这开始。好，啊，即马要签这白旗公报，就类似迄个对华白皮书，哇！整个台湾，住在台湾顶端这些，无论中国人啊、台湾人，拢惊，这有钱人拢惊，开始咧卖厝、卖田，吼、哦，咧当现金，吼、哦，赶紧买老跑。啊，所以迄阵蒋介石我也真紧张，透过伊个外交系统，伊甲雷根总统拜托，请你来发表一挂文告，吼、哦，来安搭住在台湾顶端这些居民。啊，所以雷根我那，因有，迄阵有足侪 CIA 人哈，拢伫遮咧调查台湾的民心向背，我伊嘛知影讲这代志严重，啊，所以赶紧雷根总统我那准备发布这个六项保证，我咱来看卖，看伊讲啥。第一，伊讲美国无意思要就对台湾的军售设下杂志的日期。第二。哦，阿三未出来。Hello， 好，好 ，OK。美国未就对台湾的军售的议题，事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张。啊，你注意这个对台军售，对台军售，这个对台是台湾治理当局，就是《台湾关系法》内底所讲的台湾治理当局，哦，唔是台湾人，哈、哦。啊，台湾治理当局伊的背后就是蒋介石流亡政府了，哈、哦。诶，后续即，第三，美国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压力之下来停止对台湾的军售哈，即对台军售拢同款哈。过来，美国未修改台湾关系法，哈。第五，美国无意思要扮演台海两岸的中介者，美国未施压迫，和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展开谈判。第六，美国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讲。伊对台湾有主权这个主张，美国从来唔捌承认讲阿强啊，无论还是中华民国，伊有台湾的主权啊，从来没有这个文件啊，啊所以台湾人咱来放心，台湾伫美日安保条约的保护之下，台湾真安全啊，啊但是咱也唔好轻敌啊，咱来家己发展一挂高科技的。不对称的武器啊、哦！我认为讲，咱要拢来发明一挂小型的飞弹，哈、哦，像迄刺针飞弹这款的小型的建设式的，这款的你舰车登陆，我都一门都要你舰车判伊，哦哦。啊，我想讲，免发展遐大只的军舰啦，哈、哦，因为迄军舰即马。卫星定位定嘞，拢足好拍的哦，一声就拍到啊。啊，咱从来毋捌听到其他国家对台湾有任何的保证还是承诺，这代表咱跟美国关系足密切的。美国对台湾有掌控的能力，伊嘛有责任、嘛有义务爱来保护台湾，无伊是安那爱甲你保证，凭啥？啊，这对我有些我那爱讲，这敢那男女朋友。因为发展到亲足亲密啊，就讲讲到论及婚嫁，好、哦，那么男方若要娶这个女方，一定爱甲女方保证啊，你给我一定幸福快乐啊，我每一个月哈啊5万块给你买衫裤，啊5万块给你买化妆品，啊你对我食穿没有问题，我阁请一个佣人来甲你服侍。爱有共保证，咱毋较要嫁你，一定有某种的关系啊。
啊，你若跟美跟美国也无关呢，伊要甲你保证啥？俄罗斯跟咱也无关呢，俄罗斯嘛无甲咱保证，英国伊也嘛无占领台湾，所以英国嘛无甲咱保证，对不？蒋经国头壳清楚，伊知影讲头家是美国，要保护台湾的是美国。真侪人拢误会讲，好，那无中国军来台湾保护台湾人吼，咱有阿强阿体，歹势，拄啊讲了倒变。那无阮甲你收留吼，恁那走去海南岛，即卖海南岛规拢许阿强阿收伊，恁对海南岛拢，那无死就是下放边疆去啊，拢倒变讲。真正保护台湾是美军啊，第七战舰队啦。1950年6月25日，南北韩战争爆发，两天后，杜鲁门总统宣布台湾海峡地位中立化，派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咧巡逻，两个目的：第一，防止蒋介石反攻大陆；第二，防止阿强啊赤化台湾。好、哦，迄阵开始围堵政策。所以不是蒋介石的部队来台湾来保护台湾人，伊是来在糟蹋台湾人，吼，咱个收留，等于讲台湾人定后咧讲个，导游底下叫你问，你说规个导游拢规个旁旁咧走，啊乞食官庙讲，我甲你收留的，你这乞食，我这庙讲吼，啊看你可怜，甲你收留，咁啊，占据讲。这间庙变异的，讲把咱赶出去。美国请你这个蒋介石来台湾，来顾台湾这块大这间大楼，你是做管理员啊？你是伫一楼管理室咧做管理员，无可能讲你做管理员做69年，嗯，这栋大楼讲变你变你的啊，变你蒋介石的，变你中华民国的，无这个代志。吼、哦，做者做管理员，做个老，做个退休。迄栋大楼嘛，毋是伊个，吼、哦，用这个做做咧哈、哦。美国派蒋介石是来代理管理台湾俩，伊无台湾的主权，无台湾这块大楼的主权，哈、哦。较早美国用牌，用一号命令命令蒋介石，好、哦、来，你来管。我都敢若讲，美国有一个足大迄个素食店。即嘛，台湾开分公司，派一个总经理叫做蒋介石来做这间分公司的台湾分公司的总经理。啊，即嘛，经过40-50年，哦，美国要求讲，美国总公司讲，啊，即嘛，互恁台湾人选啦，哦，啊，尾后选到一个第一任的民选的总经理叫做李登辉，后来选陈水扁，即嘛，这个叫做马英九。啊，这算着拢爱美国总公司的董事会、董事长爱签一个派令，就是迄个买美国白宫贺电，知无？你会记2004年阿扁巴肚着枪319枪击案，隔工，无迄工前一工阿扁有打电话甲连长讲，啊，只发生只。重大的事件，敢要阁选？连长迄阵声就足好，无问题，选。明仔载，阮就要做中华民国后一任的总统啊！唔知影讲较输一个20000+票，换算拄啊输0.228，哦，拄啊228的英灵有咧运作的款，吼，拄啊赢0.228呢。啊，所以你安怎甲想？等于。你若着选着中华民国总统，就爱美国白宫有发一个贺电。迄阵一礼拜贺电拢无来，规个民心动荡。阿扁啊嘛咧烦恼讲，到底发生啥物情形？迄阵中选会也乱糟糟。阿扁啊叫无，迄阵看迄个 AIT 的理事主席夏新哦，交情袂歹，委托伊讲问看是安怎贺电，那拢无搞。夏金真正去问，白宫甲回答讲，只要中华民国中选会呐，把迄个当选证明书甲打去咧布告栏，半点钟来贺电就到。啊，真正，这个消息南军嘛知影，
所以两边的男女底下中间会烧钱，一个钱不爱好打，一个哪股哪样钱不爱好打，日军的一直保护这个黄石城，讲要打，结果又打起迄个哦，随后哪股的拆掉，但是迄连派的扛面来啪啪啪就翕到伊打起的，把这个上面传真去白宫，贺电真正半点钟到，哪股呢就是知影讲贺电到就是。头家已经承认，即卖新的总理叫做，原来叫做陈水扁，那军咧就乱袂落呀，所以开到底下咧乱遐，那军就溃散，都乱袂落呀。哦，你就知影讲，正港的头家是美国，